现在在梅田蓝天大厦底下的美食街龙剑小路。那这个是木地铁板烧，是团友推荐吃过大阪最好吃的这个大阪烧。木地大阪。哎呀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这个是菜单。目的是老板的姓氏。那这是一间大概只能坐20人的小小店面，很小。然后我们包包就放在这个椅子下面，这是老板的名字。然后这是他们做大阪烧的现况。那我们今天点的一个是 mix 的，就是综合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摩登口味的，就是比较都会风。现在就是大阪烧翻过来的样子，感觉很可口。那他们料理的速度比较慢，觉得是那种慢工出细活，就是吃起来感觉会很好吃的这个大阪烧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よ。韩国话都会呢。Right.